台湾族勇士手牵着手，唱着歌谣，迎接春天，为即将到来的2013南岛族群婚礼活动说明记者会揭开序幕。连续举办8年的南岛族群婚礼，一直是屏东、屏北地区常态性的活动。过去只有举办2天就结束，今年特别把活动拉长了1个月。2008届以来啊，过去办的时候啊，常常是1天、2天，那么很多游客听说有一个南岛族群婚礼办了，哇，已经结束了，就在3月啊正式展开。那总共有3周啊，4个6日啊假日。从3月6号到17号，在屏东县马家乡里那里部落以及马家游客中心登场，活动包括浪漫婚礼、文化传承、浓情巧艺、部落经典等主题，每周6日提供免费接驳，串联内埔农工、三地门、里那里部落、梁山游憩区等景点，也就有活动来带动在地的观光人潮。来为我们这个原住民地区，尤其是屏北啊，一些我们的观光的产业，还有我们农特产的结合，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，来办这个南岛婚礼。2013年南岛族群婚礼，除了让今年的8对新人体验传统婚礼之外，还有大武山一系列活动、琉璃珠 DIY、欣赏原住民族舞蹈等活动精彩呈现，体验当地部落原乡的文化。记者林算赛台北市采访报道。